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琪。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娇兰帮我准备的，真的，我听说来这边按摩，来这边做 SPA 是要预定半年以上才可以有位置的。它叫做娇兰之家 SPA 馆。然后我一进来的第一眼就被这瓶香水吸引到了。这瓶香水是娇兰家非常有名的，叫做1001夜。这一瓶香水，来看一下。1.5升，是一个超大版的。他们说这瓶最值钱的是它的珠宝，这瓶好像价值是25万左右人民币。我的妈呀，好像把它搬回家，感觉结婚不是要叫来送我这瓶，又酷自己。然后这边看一下，他们说这里就是一个 SPA 的历史博物馆。然后他这边听说只有8间房间，就同时能够一起做 SPA 的就只有8个，所以预定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娇兰帮我就是预定到的2个位置，所以哇，今天真的要好好享受一下，谢谢娇兰。然后看到这边就他们的所有的香水，然后口红，真的好美哦。然后我们可以看里面，对，可以看里面。哇，这个花是真，这个兰花是真的，真的，因为具体兰花系列，所以他们会把兰花种到他们的按摩院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兰花的标志，真的，娇兰的标志。然后刚刚品牌方的人说，这个兰花贵，每年的维护费就要100万，因为它是恒温室。这面墙每年就要花100万。对，哇，好想要自己的家也有一样，一个这样的墙。Oh my god， 好好闻哦。Hold on， 这是真实，我们是接地气的博主。Thank you， 真的。所以娇兰在法国会给很多人做定制香水。娇兰对，就是说做定制香水在整个娇兰的文化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就举个例子，如果你说第三代老娇兰先生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做了最有名的家，我们的蝴蝶夫人，他就是为了整个蝴蝶夫人这个创作做的。另外我们有一瓶叫午夜飞行，它是为了小王子的作者。就那个时候的花天酒地呢，就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可能碰到了一个你心爱的人，然后你送给他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自己的定制香水。定制香水就像爱马仕的包的 Kelly 一样。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在整个的娇兰又延伸下去，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娇气的一个最奢华的体现。这也是传承到现在，就是做了一个你的味道。对，属于你的味道。是的。然后后面如果这味道很好闻，然后他们就会变成是大家都可以买得到的香水。对的，而且呢，这个味道就会记录在整个娇兰的历史史册里。对，我想说一下，他们的地毯都香精丝。我刚才就想说，第三件事，前面时间我想说的是地毯，这个地毯真的是香了精丝，快点拍一下地毯。对，为什么？是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买不起，这太贵了。我感觉我今天重新认识了娇兰。我感觉明天要用认识第三个娇兰，真正的贵妇。对，怎么办？以前我觉得就是他们家东西贵啊，贵的是有道理的。然后口红就贵的有道理。哇塞，是一间非常高级的房子哎。是你家给坐这儿，你看着我按吗？哇，这边还会准备很多化妆品，然后啊，什么都会有，然后是娇兰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哇哦，难道来这边做脸可以用玉提兰花面霜吗？我的妈呀，就黑兰面霜哎，应该是可以用的吧？但是好像没有打开，对，不知道能不能用。那我进去了。他们家真的很喜欢做超大型的香水，看到了没有？好漂亮啊，我的妈呀！女生的柜台就是要这样想。脱衣服你要拍吗？拍。你疯了？拍。再见。是不是好多泡泡？好舒服啊，这个刷子。我第一次感觉洗脸刷这么舒服。他肯定要用800条毛巾，他已经换了10条毛巾了。应该每天洗毛巾会洗得很烦吧？这是干嘛？去角质，做清洁。已经用掉了20块毛巾。其实他们做一次 SPA 要用掉多少张毛巾？没错，袜子呢？不行，就好舒服。你现在是多少斤吗？
我现在是雨竹。No。他是罗辑。你穿裤子了？刚刚睡着了吗，主播？你烧乌龙吗？肚子好。大家好，我是李佳琦，又是新的法国一天。然后今天带大家去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品牌法国娇兰。噔噔噔，这家就是法国第一家娇兰的门店。今天就要带大家去逛店，然后看看我们娇兰有哪些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起走喽。另外老师也很喜欢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娇兰就是一直在推崇，比如说就是古典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中国非常古典的，在全中国只有30个人会做这个东西，就是它现在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Oh la la, pardon and love all the Chinese culture many before you born. 他说他特别特别爱中国，在你没有出生之前，都开始。Wait, open that? Yes, open.I must say it's beautiful. A little teapot. He said he can see it. Oh, it's beautiful. Oh, lovely, lovely, lovely. Oh my god. Yeah. Oh my god. Oh, amazi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It's okay. 谢谢。也谢谢。他有很大的特色，他喜欢的人他才会去摸他的脸，他不喜欢的人他会非常非常。Mine, not for you. Thank you so much. Me, I have nothing to give to them. Only me. 他说他没有礼物给你，但是只有他。我现在坐的就是娇兰的 VIP 的会客厅里面。刚刚我发现我要擦嘴巴，然后把这个纸巾拿起来。Oh my god！ 他们家已经奢侈到纸巾都是用布做的。我的妈呀！像个手帕，像个丝巾一样的，真的太奢侈了。有钱的世界我们不太懂。这边的话，你看口红，这个就是原来这是第一支。对，这个是刚刚他们来访的人从他们非常宝贵的柜子里面拿出来的娇兰的第一支口红。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去碰它的感觉，就感觉这个有好多故事哦。它已经被包起来了。是有味道的，但是它的味道不是那种香味，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原料的味道。看一下，这是娇兰的第一支口红，我的妈呀！我们当时以为不能拿出来，结果他们刚刚把那个给我们拿出来了。哇，原来它的原身是长这样，而且它看它的底部都是这种，以前是那种比较粗糙型。而且我觉得这支口红的形状真的是有点像罗马柱的感觉。这真的现在看还是非常经典和非常好看，如果把它做成新的的话，快点出复刻。对，真的出复刻，要做定制，做限量，中国发行限量娇兰第一支口红。真的，你这样子拿出去真的比所有品牌都好看，就很高级。Oh my god， 老师的签名在这边，我的天哪。Color of my life。 Color of my lif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o you。Thank you. 因为我适合这一款，他送我。Bite. No, 你要送。Bite. Bite. Want to buy this one? Julie, sorry, I'm too good for you. 他送我呀。我感觉。Okay. So beautiful. 这个设计，我刚才也看到真彩宝是唇膏的，就是这个设计珠宝设计师设计的。对，他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为此而设计了整个真彩宝。Yes, Li Jiaqi. Li Jiaqi. Yes, Li Jiaqi. Yes. Whoa. Thank you. Thank you. Not like that. Another one. I know. Look there. Look at this. You see? Wow. 真的，他把这个袖子弄好了。Okay, actually, thank you. Hey,
厉害，所有娇兰的产品都是他设计的。这就是我们的娇兰，做香水起家的。所以我现在可以立马定制一瓶香水，是属于你自己的香型，连香水瓶也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爱好。颜色 OK， 90款不同香味的香水，所以就从这里面可以选择出来最适合我的香型。好，那我们赶快体验一下。好，第一步是让我这四个香水里面选择一个，是选择我最喜欢的一个。那我可以选择两个吗？可以。混合型 ，One I like， Four I like， I don't like， I don't like。哇，这个好有趣哦！我的天哪！哦，所以我要。One Yes。我也不喜欢。李佳琦，你知道这个服务多少钱吗？多少钱？5万。3万，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价值50万，对，我要回家了。我没有50万，我没有50万，我没有带卡。总之，你的味道出来了吗？你是一个有很多性格的多样性的人，然后呢，带点香调，又有一点果香调，而且还带有一点。水跟森林，是的，真的，我跟你说太准了，我就双，我就是多变的人。如果这个香调的气味没有在这个既有的里面找到，你要重新再定制的话，那就先找一找吧。但是给你推荐我们既有的这个香水里面有的。OK， so the first one very fresh。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每一瓶都好贵的。这一瓶有一点像沐浴露的味道，就很新鲜，很新，很皂香嘛。对。OK， nous vivons va continuer de vanilla, patchouli, and also. 超好闻，够闻够闻。超好闻，不是我的味道，超好闻，超好闻。又神秘，然后到后面又干净，神仙的味道。神仙的香精好闻哦，中国神仙就是这个味道。第二个我喜欢，这个会更男生一点，就更 strong， 就力量一点，就是它比较偏草木或者烟草味道。我非常喜欢第二款香水味，这个。第二款是这个，我喜欢。第二款。不要急，我要先问要多少钱。不急不急，为什么喜欢红夏克？是那个很贵吗？把你吓到！我没有钱，没有办法。340欧，2600块一瓶。Oh my god！ 好吓人，2600还好吧？可是又很贵了，真的吗？算香水一瓶几吗？对，好了，我买两瓶，五瓶了。两瓶，这里抽两瓶，微博抽一瓶留给我自己，哈哈。这个是我的香味，好吗？好了，现在在娇兰已待了一整天的时间了，也直播完了，也拍了我们的 vlog， 到时候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同样，我们会在今天的视频里面点赞、转发以及评论的美眉当中抽取5个女生送我们娇兰的香水一瓶，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真真正正了解到这个品牌法国娇兰真真正正的贵族品牌。那我们下期 vlog 再见喽，拜拜。